check in， 这样子就好了，而且又吹凉了，一切完成。真的啊？你说什么？今天是九月四号，不会不会不会，这里就不大用担心这件事。不对，9:04，好了，如你所说的40分。为了让初学者安心下来吧。会是在拍照吧？
这，嗯。你要我走偏的吗？都可以啊。上次的经验就想说出来外面再穿，我真不能理解。结果要这里刮伤，这里你觉得是内侧还是外侧？内侧啊，可能一点内侧，摸也摸得到，但是我不知道我怎么弄的。就靠这脚脚是比较看不到。好热哦，反正当然还要再坐一段啊，不用不用。哎呦喂！不过我印象中的，西山、东山哦。没事，我现在对于这条马路，我的想法是反的。我以为右边是南边，对着太阳我可以坐你那边。好啊，那你头发拿走好不好？我以为那边是南边，其实左边才是南边。因为我记得，是黏住的，结冰了啦。结果我现在一看，怎么为什么？游乐园在左边，后来再仔细一想，左边才是南边，不是右边是南边，讲错了。对，其实我不应该敲掉，因为在车上他还要弄。我好像听到狗在叫。对啊，我就很狐疑这个缆车是怎样。而且雪场地图上到底有没有这一块滑雪场？而且你不觉得这个缆车距离威斯汀距离有点远吗？对啊。假如从威斯汀滑过来，那回去不就得走路？假如从这里可以滑回威斯汀，因为我看有没有在充电嘛，因为我刚充上。在路的时候是看不出来的，它是路的灯。依照刚滑的，我无法决定要不要坐过去一点点加薄围。为什么？因为刚热。因为刚就一般般。好热是吗？好，先不要加。什么都看不到，我们什么都看不到。那等一下就一路去伊索拉那个大贡多拉。中间你不用拍照了吧？你连这里都看不到上面。要拍一张啊，就只是说今天变这样，好要拍一张。拍啊。同样的角度拍一张，一模一样，然后就是什么都看不到。天气好，天气坏，怎么开始怎么办？有一棵树当基准，有一棵树一直会直立在那边，这样。要不要？我是那时候是看到你这里，你这样子，这样对，那样子很好。对啊，我要把它露出来。够啦。你说透热散热吗？是保暖应该够了。没有，后脑，如果光弄这个帽子的话，后脑会冷。为什么我不会冷？因为我用的是新帽子，我后面是悬空的。其实我旧帽子后脑也会冷。哦，
你说新帽子结构不太一样的。啊，我看一下你那个，哎，你现在没扣上去，后来有办法弄进去吗？什么叫没扣上去？血迹没有扣在里面啊！你说你昨天后来我就把它挖一边扣上去了，还是那种我把这个拉紧的、欸，我把血迹的袋子拉紧。拉紧的话，我就可以选择拉左边还是拉右边。我只拉其中一边，扣子就会歪一边。嗯，所以这个看着就很贵。哦，还好哎、欸，1095块而已啊。哎、欸，那你要带我去吃一次威士忌吗？我们就威士忌能用吗？不知道。这而且还就是lunch。不是说你看 ，Brunei 鹿肉牛肉1347还好哎、欸。要不要？你说午餐吃这个？我先问你怎么到达威斯汀？我不知道。那你之前我们都可以去 Hilton。我说怎么到达的意思是物理上的怎么到。Let me check。哎，地图这里不就有？他根本没有画威斯汀。哎、欸，等，我要看一下，它有一个，那也叫联络缆车吗？那个联络缆车就是我们坐回去的联络缆车、啊。不是，就是这个，但可能真的要走一点路，就是这个，就是你说有一个在隔壁短短的缆车，你看它的目的应该就是去威斯汀，所以就是滑过去。那你说今天午餐要吃这个吗？但是我怕他来找我们了。什么叫哦？嗯，好，那明天再说。对，那今天就吃另外一个 base。嗯，那天吃的是 steamboat。昨天吃的是左边的 base， 现在要吃右边的 base。Isola， 啊，我写错了，不是，他写英文的时候拉就是 LA， 不是 RA， 我写错字，我要改一下。应该没关系啊，因为原文应该是这个。两西了。我也吓一跳，好不好？还好，马上走路。那我突然觉得你还单片，好像比较不那么重。啊？一片一片的，比较不那么重。本来就是啊，你以为我那个，我一向都是寻求最省力的方法。而且当拐杖，你要拿只是一瞬间而已。排队呢，
线可能比较好一点。但是当时太阳会比较冷，这样快下了。就是我也不确定。那你说的我太亮。就是松松的保证。你说你后面的钢绳很贴着你，是不是？蛮啊，还蛮。对啊，是啊，地板很烦的，你也那么地板吗？我看，好像没太阳了。其实我可以说，那个背后的缆车在哪？是那一个吗？嗯，可能是。走来走去。哎，我觉得应该这样配的话，如果以后桃红色、什么绿色都可以出嘛。我还有，你有？因为桃红色完全没穿过，绿色有穿过，但是我记得绿色红那个要是雪很干的地方才洗，因为它像这种样子不防水啊，然后不是很防水。嗯，我还不知道你有穿过。有啊，去有一次去棉花厂穿，然后看到姐他们，然后在一个缆车前。停下来的时候，一刹完车就嘣就倒地上，就倒一倒了。啊、你？嗯。你又是刹车朝山倒是吧？是平地，已经是平地了。对啊，刹车刹完了，不是朝山就是朝原来那边。就这样，然后就倒了。河流注意，这里有路线，奇怪了，不觉得那里有路线啊？我看，哎、欸。还真有一条线，是线吗？是线，是一条红线，我们没走过的红线。但是我不想试，今天不要试。为什么？或者下午才试，上午在排队啊。你是说滑下去上来还要排队？对对对，就尽量避免坐这一台缆车，对不对？上午或这一小时先不坐这一台，之后可能就没事了。搞不好等一下这边也是在排队。对，嗯，应该会，因为人很多。我先拿出来复习一下。你要复习什么？复习我们要拍的角度啊。我觉得应该是一团雾，不用复习。我就是故意要拍美，啊，近的看得到啊。所以你要调的是近的。就是要跟近的那个是一样。嗯，这个就是这个，好，就是这个切，我根本不知道羊蹄山在哪，怎么办？所以没办法，这根树很明显，这根树是羊蹄山的边边，所以有第二根树是西湖的边边，就是这样。
出来很困难。好，我觉得我要准备超人。觉得你，我怎么了？连，树是拍得到，我是说怎么一出来感觉很雾。好松哦，很松，我喜欢看他那个打压怎么样。我进去了，糟糕，这样，我踹一踹，往这边踹好了，这样肯定后面不会踢到人吧。伸出一只手，你刚好看到吗？会倒，会倒在里面。没有，他可能要闪我还是什么的，可能是要闪我还是什么的。然后已经重心不稳，重心不稳的时候，你就看到一只手那个。我们大家的行为模式都一样，失去平衡就是只剩手可以用了，没别的了。我先把它挖出来再说，它已经不见了。我刚刚就在讲这件事啊，所以你只能拍到树，其他没有。我的树百科都要找一下，找一下。
那个黄的人可能不大行。哪个人？这个人。哦，那就这样啊，拿他当基准点。拿他当基准点。那你站在这里，他肯定是不会动的。他在等你走开啊，整个雪道，他会很担心呢。对啊，但是。我在等他高的地方，他担心什么？你不能理解初学者。所有的人他都怕，你知道吗？你都忘了你自己的想法了吗？他还直板下嘞，那他也蹲很久，他是关心别人吧，并不是初学者。回去再转一转，移一移啊，剪一剪啊。这样，路上好多人卡着了，呵呵呵呵。我刚刚一滑，怎么又要摔倒呀？我是觉得要用到的刹车力好像比平常少。没有，我现在就是去滑那个旧影车，然后去那里。而且感觉人很多。要去啊！对啊，我只是说，而且感觉人很多，就这样啊。我有讲什么吗？你不要强调你是陈述性。本来就是啊。
走了。所以下去等多少就要下去了，对不对？我在那边怀疑到底能不能继续啊？为什么不行？他该不会还没动吧？好吧，先走吧。因为你看，我看一堆人排这边，他们应该后面的有开吧。我就要看一下人家滑，看人家怎么滑下来。不用看啊，学不起来啊，你看别人滑就可以滑了。好啊，你看啊。不用管后座了，这边能下就可以了。这边的话，蹲低一点或后座随便，不要靠山倒。说得到做不到。
雪头火茶饭。站晒到太阳了，啊，好热！后脑发冷，不是开玩笑的。应该要选一张，用一张那个。我好像只拍了我那个位置。站不起来，有点太过来，不对不对，哎，不对不对啊，歪了一点点，这么严重？哎呀，歪了一点点，哎啊，那算了，既然如此就算了。想说啊，没有开窗透气，但是想说啊，也许雪花飘进来，算了。啊，歪了一点点呢，这个放大一点。有多次机会？没有，差不多，就像你说的，把它放大一点点就可以了。放大、旋转什么的都来啊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我在看数字多大根，真的一样吗？真的一样吗？这样真的是一样的。回去再弄成动画 GIF， 像不像一样？看不出来，你也用这棵树当基准。对对对，我是说，而且我再大一点。OK OK， 你这样已经可以了。对啊，我觉得应该对的差不多了。哎呀，到了。你想要放一点什么图？但是不是很适合。啊，你是用拼成一张图啊？对啊，我用那个啊。有人趁机贴了我们自己的广告贴纸，还是他们是合作的？用不到，可惜，对吧？
突然间觉得我新的雪镜好像视野没那么大，但是它的好处就是它很小啊。它的好处是视野不大，这样好吗？这样好不容易起雾哎、欸，这样好吗 ？OK 啊。还是你觉得根本就不要加这些东西比较好看？那不搞阿锤这样这种，然后把它删掉，扔掉阿锤这样。这里往下看，可以看到只有一小块有被太阳晒到。云层的破口。是这吗？我在看。嗯。是，但是我好像没拍到那个。树林看起来完全不一样，我也觉得哎、欸，但是我是对这个黄色的牌子，我在看是眼镜好像不太一样，对啊，眼镜有差，高低也有差，不一样吗？有点不太一样，没有完全一样，嗯。因为也有看到Westin歪到旁边去，所以Westin在左边。应该说，你之后想要拍这种照片的时候，第一件事情是把自己站的位置能定到，接下来才是看到的东西也定住，要有两点，这样子就会拍到几乎一模一样。这很难，这很难，就这个角度有点不太一样。
快到了，因为两个站。这真的没有缆车站哦，还是这是半山腰那个，所以还有一半。对啊，半山腰完全看不到站。这是半山腰的话，旁边是黑线路口。我们这种没有写柱子几号的几号，这个不白的白成一片。上面会不会更雾？所以没有人要上来，滑过的人就不想上来。但是人少不是也很好吗？那个看不见路啊，看不见路很难滑。嗯，也是有道理。风又大，又要人死了。哦，你带好了哦。我都带好了。那我要不要带？哦，你这样讲，我好像应该要带一下。嗯，现在半山，所以还有一半时间。爸，再不济要开始拉了。再不济在缆车站也是。飞出去！我看到了车站了。好、啊，那么近。嗯，我看。好，要换新的。我要拉很急，要拉上去。黑色花花那一面。嗯。哦。我们是要保护我的离子派的。你现在不热吧？进去的话，因为我是怕这个会被盯着的。出去左转。近呢，在这里都还要推一下下。他们在教学啊，他们在自动、全自动变半自动的转换练习啊。他们一开始有点三角，有没有？没有啊，他转的时候有叫他们合起来一点点。好，走了。你今天我拍张照，今天穿全身系。在这里拍，你拍下去拍啊，就是一团雾啊。滑哪里啊？就直直下去啊，滑哪里都滑，滑起来都一样。
盖酸，大腿膝盖酸。
看到啊，那就说回家的路。哎、欸，这里才是回家路吗？不对，那是从那里过来的路。一条左，一条右。出来是要滑另外一条了，是不是？现在一出来滑的又是另外一条，是不是？那你要滑往右，还其实两边都 OK， 它都是可以坐到山上。那这次就往最右边滑好了。剩下哪里？就一样往下，滑红的这样，好像昨天也滑过。走了。逆光拍，逆光就是，我说这样子往后拍。那好了，都拍都拍，你讲怎么拍就怎么拍，先拍。因为我是这样子，因为我觉得这片是很漂亮。有看到我的裤子吗？有，但是。但是看起来像是很肥短，因为你在下面嘛。那怎么办？没怎么办啊，先照你要的拍嘛。你先下去，你先下去，我要等。我刚本来想先下去，但是想想，既然你这样说了，我就先拍嘛。好了，我还没有要下去，我要去我刚刚想要的角度。逆光拍。对啊，所以我说我刚刚就说我觉得逆光拍比较好。好，然后呢？没有。好。这件裤子拍照好看吗？不知道，回去才知道。先拍嘛，我刚改成 0.6 以后，突然间就拍到我的手指了。嗯，好了，可以了。我拍横的，哎、欸，怎样？你在看什么？拍横的通常我都很肥短。好啊，都拍嘛，都拍，回去看就知道了。好了吗？好了，可以了，走了。好像这个位置不是很好，幸好你在上面。停在学道上的一个要务是，千万不要停在线以下，你要露出个头让人看得到。
一样啊，这是另外一条吧？为什么这里有一个石头？那继续滑，你看看觉得一不一样？先不要，我先想轻松滑就好了。就不一样啊。啊？都好。都好。那都好，那就是黑的。我不要，红的只要是红的都好。Ridge是红的吧？啊？Ridge是红的。不知道，他写红色，直走是红的，不是吗？直走跟往右都红的吧？每个缆车都可以坐啊，都 OK 啊。你刚刚我说往右，我说我不要去黑的，但是你坐到山顶，每条都有红线滑下来啊。好啊，好啊，去啊。我以为你说黑线的、欸。对对对，没关系啊，那个是上坡，我应该撑不到那里。最好是背对称。背对背啊，不然的话膝盖，不然的话膝盖还是血管就要打架了。对啊，对啊，背对。现在他竟然可以撞歪。
该不会现在就找得到了吧？应该是不是？哎，可以了。你看，好，再转紧吧，再转紧，不要转太紧，你再转，感觉有点紧就。太好了。好的，好的，好，接掉。
的一个小小算是有点像优势的地方是，他一步摔倒，你也不知道他是真的在摔倒还是怎样。有的人尺度大一点，就假装没事，就手一扶又继续滑了。不是，就是，我觉得跟那个。去啊，可以吧，好，试试看吧。而且我觉得是不是坐这个半山腰就可以去了？对，走吧。还有 Ridge A 跟 Ridge B， 不知道，先往其中一边滑吧。
怎样？都 OK 啊。这好啊，走啊，直接滑。